嘿，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木。今天这一期呢，是上一期我这一期的如何拍出电影感构图的延伸课程，那么就是如何去正确选择前期的配色搭配，让你的后期调色会更加具有电影感。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用到两期之前的知识。首先第一期是如何使用这样的 LR 去制作你的 LUT， 另外一期是我好久好久之前录的 LR 的简单上手调色教程。那大家在看这一期节目之前，务必要去看一看前面两期的内容，不然你可能会对这一期的节目有一点困惑。其次，在这一期呢，我会为大家送出一个我自己做的简易的 LUT， 它可以基本上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如果你觉得调色很麻烦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下载链接就在这样的评论区还有我的简介里面，大家自行去下载好了。以及这一期节目的所有的片段，我都会以原片的形式给大家上传到百度网盘，大家可以自己去拿到手里去练习调色。好了，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今天呢要讲三种这样的颜色搭配的准则。首先第一种，我们从第一种开始。第一种是大面积色块的这样的一个配色搭配。那么我们就以第一个画面开始看。第一个画面是我在寺庙里面拍，大家可以看到整体都是这样的一个红色的，你映入你眼帘的主色调全部都是红色，没有任何的杂色。其次呢，配上上面从这样光线打下来，你就会给你形成营造一种什么感觉？对，就是寺庙里面的一种非常神秘非常庄严，你都可以这样说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在前期构图，尤其是选择配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千万不要让你的画面里面出现过多的杂色以及杂物，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整个色调的呈现体验。这是大面积色块的构图方法的第一个事例。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事例。第二个事例是我在沙漠里面拍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映入眼帘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黄色。那大家知道沙漠都是这种黄色，那么我们在调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来看一下原片。原片因为我拍的是这样的一个 DC 里的格式，是这样的 U2 的一个格式，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画面其实非常灰的。那我们在调色的时候思路应该怎么办呢？对，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地面的颜色尽量去往沙漠那种荒凉的黄色上去靠，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关于这种 DC 的 HLG， 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去为大家做更详细的讲解。那这期我们先不去谈这个。在这个画面当中，除了这样的一个整体沙漠的黄色之外呢，我还在中间放了一个人物进去。那放一个人物进去的目的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上一期的电影构图当中所讲过，它可以增强你的故事性，会让你的画面更加具有一种故事性的张力，也会让你的整个画面不那么单调。 OK， 这是大面积黄色的构图方法。那第三个事例我们来看这个。诶，这个其实是在雅丹地貌从上往下俯拍的，是在我故意选择是在下午的5点钟左右来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原片。那未经调色的情况下，其实整个地面都是白，都是很白，惨白一片，没有任何的层次感可言。那么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就要去着重的注意加这样的一个高光以及阴影的部分的呈现。为什么我会选择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去拍呢？因为5点钟的时候太阳是呈现一个斜线的角度照过来，那它照在这些丹霞地貌上面，它就会有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沟壑，打过去的话就有一部分是高光，一部分是阴影，它呈现出来的画面就会让你的整个的质感产生一种特别立体的效果。那同样你要为它加上这种偏向于那种荒漠地带的黄色去调色，就会让你的画面更加的丰富。这是第一种大面积色块的配色方法。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第二种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统称为叫做互补色。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色环，是一个叫做对比色的色环。那么我们使用第一个例子来讲，第一个例子呢是在海边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大海是蓝色的，然后人物坐在这里呢，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个叫做一个煤油灯，它有一个黄色。那在色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青色与这个橘色和橙色刚好是一个互补色，互补色同时呈现在你的画面里面，因为根据我们视觉定律来讲，会给你产生一种非常舒服的观感体验。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画面里面放上一盏灯在这个地方，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橙色蓝色互补可以让你的画面非常的舒服。另外你加一盏橙色的灯在这里，也可以让你的整个画面有一个视觉的焦点落在上面。落在上面的好处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灯挡掉，
全片都是蓝色，其实你的观感会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只要加一个互补色去点缀，它就会让你感觉很 nice 的感觉。我们再来看互补色第二个实例，第二个事例是躺在地上，人物穿红衣服，然后旁边的水是绿色。我们继续来看色环，色环里面红色跟绿色又是一个互补色，那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非常的舒服。另外我们在根据这种画面调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来看原片的这样的一个灰色，是整体很灰灰的感觉，那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就要去着重的把湖水的绿色以及人物身上的红色还有背景去把它剥离出来，去进行着重的调色。在调色方面，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一定要去返回去看我之前说的那两期节目，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聊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OK， 这是这一个。关于互补色，我们来看互补色最后一个事例，是灯塔的这个。但这一个原片呢，实际上是这个大海是蓝色的，然后地上的草实际上是绿色的。哎，那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实际上蓝色跟绿色它不是一个互补色，它们是靠在一起的两个颜色。那如果用互补色的定理来调色的话，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绿色，我通过 LR 里面简单处理一下色相，把它处理为一个黄色，那这样蓝色跟黄色就产生了一个互补色，就对上了，这是一种调色方法。另外肯定会有小伙伴说，哎，我觉得好像原片更好看，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原片它是一种灰色，整体灰不拉几的感觉，但是刚好它这一个场景会特别有那种日系摄影师的一种场景的构图。那么日系摄影很多其实就是高曝光啊，低对比，然后画面整体呈灰灰的感觉，那么放在这个场景其实这种灰色的调色方法也是适合的。那么具体使用哪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喜欢哪种就用哪种。好，那我们就来讲第三种，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期最后一个有关于前期配色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我们来看这幅画面，这幅画面呢是我拍摄的一个僧人，哎，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故意选择在下午的时候，四五点钟的时候，太阳是这样斜线过来的时候打在人的身上，会给人形成一个轮廓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僧人的周身其实都有一圈这样的轮廓光，会把它整个从画面里面一下拨出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轮廓光打在尤其是这种啊，你像这是一个僧人，在宗教里面的话，他也可以凸显出他的这样的一个神圣庄严肃穆的感觉，就可以通过轮廓光把它有效的剥离出来。那但是在拍摄这种光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因为我选择的是 HLG3 的这样的伽马曲线，那因为它具有非常好的动态范围，我才可以在这种大逆光的环境下依旧让我的前面的人物保持一个就是能看见的状态。如果你拍摄的是709这样普通的伽马曲线的话，或者是什么都不加的话，那它很可能就会出现前面是死黑一片。那这期的内容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去把它更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期总共遇到三种配色方法，第一种大面积色块，第二种互补色，第三种是善用环境光线去营造轮廓光的效果。那么有关于调色方面，你可以直接去下载我已经做好的 LUT， 也可以去根据我的这一期节目呢，在 LR 里面自己去制作你的 LUT。 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相信可能会有小伙伴听得不是特别明白，如果你听不明白的话，一定要去看我之前说的那几期节目再强调一遍。好了，那今天到这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